你怎么来了？不然你还想谁来啊？怎么样？考完试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？想去大醉一场。可以。哎，我刚好知道有几个地方挺不错的，我们可以叫上宋子琪他们一起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就我和莎莎就好了。女孩子有很多话要说的。走吧。 喝酒哪有你这样喝的呀？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。考试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哎呀，都一样，我不也是吗？我也有好多题没有答上来呢。嗯，现在都考完了，就不要去想这些了啊。 没可能了，哎，没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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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以为我能离周思月近一点，我这么拼了命努力的学习，可是到头来还是不行，夏琳，我是不是再也追不上他的脚步了？ 不要和你一起走了，平时走路你就走得很快，远远的把我落在后面。那以后都你走前面好不好？无论走在前面还是后面。 以后都不能跟你一起走了。先起来好吗？来，上来。 以前不是都说好了，什么事情都要一起面对吗？四月，嗯，周四月，我在哪？我总是在想啊，长大成人之后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的？会不会像我们高中时候那样？ 每天活得简单又快乐，会吧？你骗我，哪有人分开之后不会变的？我们是不是也会有陌生的那一天？别胡说，你喝多了已经。我没喝多。 苏月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嗯。不怕乌云遮日光，你比星星更明亮。你的未来就像星星一样。傻不傻？星星哪有会发光的？嗯，我不管。
林宪，你们班老师说你的分数能上杭州一本。妈，我不打算报志愿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报志愿了，我要复读。有个一本你不读啊？你非得花钱复读？你脑子是不是缺啥了？我这次考试明明可以考得更好的，我不甘心。我不同意，我现在就让你们老师给你报志愿，复读想都别想。妈，你能不能别管了？这是我的人生，不是你的人生。这一次能不能让我自己做选择？不管结果是好是坏，我都自己承受，行吗？行。从此以后，你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。去不了江陵了。那你报了哪里啊？我打算复读。复读？你先去华清等我，说不定我超常发挥就能去找你了。好啊，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一声，我可能马上就要走了。那你假期还回来吗？恐怕回不来了。好吧，我会想你的。